大家的掌声鼓励。我呢是第一次来到川沙，没想到川沙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对粤剧情有独钟，作为一个粤剧演员来说非常的开心，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和明星姐一起为大家送上原范版的梁祝十八相送。那说明阿花来上海太少，以后要让她多来一点，是吧？没有，上海是来的多的，川沙来的太少。来的太少，希望有机会绍兴小百花能够在川沙送上我们的传统剧目。不仅要绍兴小百花一起到川沙来演出，还要把我们的原范版的梁祝，我和跟阿花合作的那个原范版的梁祝能够带到川沙来演出。谢谢大家。接下来我再和明星姐一起为大家送上传统粤剧《双烈记》当中的《夸父》，谢谢。女官十岁，从马空走，这一来已是20年了，是啊，已是20年了。夫妻啊，独自为金兵山。
愿说神通，神